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亚奥克听的亚小铃铛，打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杰伦的自然地图，是一张恐怖解密地图，叫做诡异直播间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推荐游戏的呀。谢谢。来吧，开启咱们恐怖直播之旅吧。好的。好黑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，我的天。是呀。等一下，手中有张信纸。胆小建议联机陪同壮胆游玩，如果你能通关，就能明白其中的真相。有任何困难，手里的道具会帮你解决一切。好的，先看看周围，肯定是保安把门锁了，在办公室找找钥匙。找。OK。这什么？这卡着一箱子，有点像电视。办公室在这边。办公室。我的天，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哟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哥哥。一个黑耗子头。那两眼白真白，就像黑人的牙齿一样。是的。为什么又是我先冲？那我来。哎，瞅身体。这是干嘛？这摆的是什么东西啊 ？WC， 走了。你居然能看得清，我这边看不清。你把亮度调亮一点啊。我这亮度很亮了呀。你最亮了吗？啊。我就。你眼神可能不太好。等等，为什么厕所里面会有一个篮球框？不知道。手电筒。你要不要买一个？这引人深思啊！我买一个吧。我买了，给你。我也买了，自己拿着。没电了，需要获取三个电池。我去，最后一个，我这是好坑啊！你出来，我保证不打死你。我找到了开关。哦，这大黑耗子来了！哥哥，打他上呀，冲呀，打死他！好家伙，他锁好长啊！来打死我吧，打死我！这些房间能进去吗？哎，你就这样弃我不顾，真的好吗？我不是在找钥匙吧？20块钱的加特林，来。手长是吧？啊？皮厚是吧？哥哥祝你好运。我是暴脾气。哎，房间里面你看了吗？都是空的箱子哎，就很无语。等一下，没在我的直播间，肯定是我的好友306拿走了我的备用钥匙。306，什么声音？我用了个手电筒，太暗了。啥也没有。306在哪？306在这儿。吓得我一激灵，你知道吗？舒服了，我感觉在镜子后面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没有，
书架，啥也没有啊，床这里也没有啊。哎，有个香薰箱，我拿到了。走吧。这里就不用看了吧。往这边走吧，我这边有个拉杆，然后，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！哼，我现在手拿着彩色加特林，我胆子大得很，请叫我铁胆。OK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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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加特林开路啊！走吧，哥哥。这什么？好，走。来啊！你出来呀！餐厅的阿姨一定有备用钥匙。餐厅阿姨，查吧。餐厅，先去查吧。有有有有！吓我一口跳！我还没被吓到这一次，嘿嘿。我的手电筒没电了。颠椅子过来呀！你是不是傻？啥东西也没有啊！哟，哎，钥匙藏在花盆里面，你敢信？继续黑着吧我。这边是啥？餐厅监控室。我的天，是地震！交给你了，哥哥。你是积攒了多少的怨念啊？应该也需要找到两把钥匙。好的。这里经常发生怪事，为了安全，我和查吧工作人员各藏了一把钥匙。我找到了，走吧。走。简直在侮辱我的智商，这么简单就找到了。没有什么，最近总感觉公司阴森森的，看来要换个工作了。这里应该没东西吧？啥也没有，走。Let's go。这边呢？最近总在监控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下班之后还是赶紧回家吧。不会是要三把钥匙吧？不会吧？还好，记得早点下班哦。这个手机，我拿着一把钥匙。嗯。厕所交给你了。后面的电池。厕所交给你了。上次晚上看到一个奇怪的东西，一闪而过就不见了。我在厕所附近藏了一把钥匙，谁都找不到。厕所附近，这么明显的，哎，哥，救命！谁呀？谁自带 BGM 啊？小黑，小黑，哪呢？小黑撵人，快过来！把你打成筛子，我告诉你。就这一把吗？我找到了。我这也有一把，那走吧。休息室、会议室，去看看。所以主播半夜12点之前记得下播，因为晚上会发生怪事。我在会议室也偷偷藏了一把钥匙，这里也有。休息室应该也有。应该在这儿。哎，我看到了，沙发后面。OK， 一共4把。还想吓我？哼。走走走。等一下，把这一梭子子弹打掉。好。这什么？终于逃出来了！我还赶紧去找我的朋友。走，快点！哇！我这边手电筒刚好黑了，遇到这个小黑，吓我一激灵。是不是啊？哼！
天突然黑了。那是因为你的手电筒没电了。哎，这有下水道哎。保安，真倒霉，上次巡逻我就知道。我走了。小心点啊。好的。我这好黑，我就不过去了。哎阿姨。我回来了。切。给我死去。查到了吗？没有。我是面盒面盒的。我这也是。咦。这个下水道，我的天！注意一下头顶。没有。那个水里面有可能有。哎，让我出去。没有。我往前走走看。可能要手电筒才能看得清。找到了。呵，这么大脸。就在水里面。这么大我脸真的好吗？人打得好快哟、哦。走吧。好的。前面还有一段路要走。Hello， 保安。进去找保安，头好痛。干什么？整什么幺蛾子？嗯？是什么？好家伙，原来是你们开播捉弄我。这下糗大了，呵，嘻嘻嘻嘻嘻嘻，我打死你们！哎，好像是无敌的，好像是的。再见。嗯嗯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场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